我笑死哦。我今仔要行气质路线的呢，你看人迄团仔头前，遐尼有气质的歌手，拢唱遐自创曲的。啊，恁团，团仔又教恁唱一句，后尾迄句啥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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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无普通时啊，拢干那样嘿嘿嘿嘿。干哈？什么？哦，给我啊了，对了，对对对。会，后壁够足晓的，你放心哦。你较冷静的头家娘，你的胆已经用夹了。哇，咱台南的乡亲，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上届烟斗身材上届好上届高帅的全球巨星陈梦贤，真正面皮有够厚的。会啦，本来就足高帅啊。高帅吼。系啊。哇，今仔台湾好汤这活动有够赞的。啊，恁有来，恁有去泡温泉无？啊，袂啦，咧等你啦。你咧等我。嘿。敢有迄池啊，遐大池，安做伙会当泡？啊，有哦，安尼意思，恁等下要跟我做伙来管阿娘泡汤，俺大家做伙做泡友安尼哦。哎、欸，你是在笑啥？一起泡汤的朋友吗？你想一堆，对不对？阿妈，你要跟我做伙泡哦。阿妈，你爱泡者，你陪安尼聊聊聊。你也泡到关阿娘的温泉，这泥浆诶，无你的面足水诶，但是你的手无我油，所以你爱泡关阿娘的泥浆温泉。三四十号，泡手就好啊。干啦，干啦浸手就好啊。哇，阿恁讲几点就来啊？十点就来啊？工作人员讲，哦，你的粉丝。好用心哦，好贴心哦，十一点多就来了。我讲，你看我无聊了呵。啊，恁够想要听我唱歌无？袂啦。我今仔穿安尼，恁会袂惯习袂？袂。高腿，食高腿，他有比上鞋叫高腿。啥物？比上鞋叫高。一双鞋啊！一双鞋啊，足重要诶！一双鞋啊，十二楼。安尼对我符合，我这168公分呢。安尼有100倍啊！所以恁今仔看起我袂惯势，哎呦，陈梦贤当时变只悬，180公分。三月有够高追的啊！来，我即马唱一首较抒情的啦。什么？脱掉。恁家吼，人这现场咧直播。等伊呐，迄有恁翁看到，你就知死。袂啦。直接叫我脱掉。为着10万块？无可能。安尼你教我演。来，你来。你看，这若要甲我强的时阵吼，拢安尼足强的。啊，正经要叫伊起来台顶甲我强，伊会惊。正经要叫伊会惊。啊！我今仔吼，我要保持我的气质，结果我气质拢阁无去啊！去拢去了了啊！来来来，因为今仔天气较热，所以遐较刺激的歌曲我留伫较后边，先互恁缓和一下情绪，哦，这是较抒情的。或者阿妈唔捌你，阿妈唔捌你，你敢知啥物歌？玻璃的金龟，玻璃的金龟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后面的朋友林贺哦，嗨。你讲情人的爱无勇气，才来用你骗情意。你讲情人的爱无勇气。才来用一片云开。谢谢。阿嬷的情杯。谢谢。应该是不需要上来，但是为了要搭配孟贤今天比较气质，所以呢主持人还是上来一下下好了。呀，哦，非常开心呢，今天在台湾好汤的活动当中能够邀请到孟贤来。平常时吼，孟贤听说你真爱泡汤啊呢。哦，外忠实的粉丝都怎样，我很爱泡汤，全台湾的温泉应该都被我泡光光了。哎呦，尤其关阿廖我最常来，因为我之前家里是住高雄啊，最近的话开车最方便的就是关子岭，所以关子岭我也很熟，我们很常来隔壁那个桶帽，嘿，然后泡那个裸汤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的裸体的话就来桶帽。等一下真的会暴动哦。哎，你知道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姐姐们讲，中到的时阵盖多啊，啊你哪会都不爱照，伊讲袂当照，因为要站好位置，站好站满，就这样从早上哦一直到现在，哦真的，就为了等你这样子都不准走这样子，还要上厕所还要轮流去排队这样子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哈，不好意思啦哈，主持人的福利就是套孟贤比较近一点，没关系啊，就后哎，就后哎，真的呢，你们真的要泡汤，哦啊，真的底下的姐姐妹妹们，哦，还有哥哥弟弟们，真的那个皱纹比较多哈，我们可以注医美。像孟贤安尼吼，泡汤皮肤这么好，这样子，对啊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对姐跟苏要泡？我们不晓得。笑的那一些就知道我在讲谁了，欸，真的呢，以男生来说皮肤可以维持这样子，你们要知道现在孟贤的身份不只是歌手主持人还甜食，哎呦那你搞干安呢啦，掌声在哪里，欸，我母王知道我要生，他说青菜生生生生到这些烟道，还有那些才华，对呀，啊啊，最近又上片很多的节目，不止超级红人榜，最近有主持了两个新的节目啊，那个礼拜六晚上8点中视的综艺一级棒，厉害啊！还有每周一周二晚上10点15分三立29台，Silly， 真的是专业的粉丝。真的啊，你们今天来呢，真的不要只是听孟贤唱歌，也要来泡泡汤。对，我们这一次有一个特别加码的活动啊，天公。有免钱的100块当客，弄丢孟贤的手机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就立刻。你手机啊，麦克翕相啊，紧手机啊，把我客来，我要贴100块。麻烦大家 Line@ 上面哦，2024到2025台湾好汤，这个给他加下去。我们总共要送30万，哇，30万，30万，所以你只要验证成功，就送你100点，100点等于100元的现金呢。哇，哇，好赢的呢。哇，啊，主办单位真的非常用心，你看，真的啊，办那么活动那么成功，然后又有那么多现金让观众拿。对呀，啊，手机啊，紧揢开，100块加下去。哎，欸，你们省这100块哈，其他的就可以去拿买孟贤的包包、哈衣服。哦，天气这么热，衣服一件不够啦，剩下的这些钱哈，就拿去买多买几件孟贤的衣服跟包包。啊，来替换，那100块我搞。没关系，我们帮他省100是100，这么多的活动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为了配合这次活动，很多的店家还有优惠，帮他们省了多少钱啊？真的，嗯，所以请大家也多关注我们脸书上面台湾好汤的脸书，给他按赞追踪，要分享下去哦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回家了哦。咱过来唱歌呢，对不？老多要听孟贤唱歌，你大家讲好唔好？哇！
今天来很多粉丝，尤其刚才我听到一个是从高雄来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面还有台北来的，台北的朋友在哪位？哦，在台北。哎呀，还有一个高雄特地带他妈妈来的。高雄啊，我们还有看到那个奶奶也有来，阿公也有来。啊，哪里？屏东风港哦。哎呦，还嘛升温隔壁的。嘿呀，隔壁的，对呀。大家都为了梦贤来，那我们把接下来时间再继续交给梦贤唱好听的歌给大家。好，梦梦啊，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好了，请问，你要爱听十万块？十万块摕来，十万块先摕来。哈哈哈！哈，他讲吼，伊要听较晓的啊。安尼无要紧，我今仔无唱十万块，我唱另外一条较晓的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你要来这跳舞，紧的来，哈哈哈！啊，这首歌听哦，你要想要摇，你要甲背起来摇，不要紧哦。你来样唱的做位唱哦，我这爱人啊对人。超长一年呢，安怎啦？莫去看人个鞋啊！我本来是我生啊穿鞋，我唔才爱穿这。对啦，安尼才古锥啊！安尼古锥吼。我穿这双出来，我迄朋友啊讲，陈梦贤，你是要行庙会哦？你穿咧踩高跷诶！哇，今仔唱三条歌，你有欢喜无？无欢喜，再一条，再来一个，够无够啊？阿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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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等，恁感觉就想要听的，啊后边边啊，迄打泡完温泉，全部无啥爱想要去听哦，没有。恭喜啊！你讲你啥货，阿伟搭着来找我。你，等下我唱了，你找我搭呢，阿无你会干掉呢。啊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大家一起唱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嗨嗨嗨哦，刺激的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不如。像你这样，有嘞有嘞。
谢谢。